喂，哥，我是小小，十万火急啊！你干嘛？你就算百万火急，你让我先睡完觉好不好？姨妈来了。什么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姨妈她杀来了，要搞个突然袭击呢。哇塞，不会这么快吧？肯定是姨妈来了，你赶紧开门吧。哇塞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完了，人家买早点去了。这要是碰上不就完了吗？怎么办呢？只有这样了，速战速决。来了来了，妈。哎妈，你说等一下啊。等一下，妈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快点。帮你拿包，这怎么才开门啊？啊！说你来了，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接你多好啊！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给你一个惊喜啊！啊！我看你是想给我突然袭击吧？这话说的啊！你这有啥事儿？啊？哎，妈，没吃早饭的吧？对啊，我也没吃，走，咱们吃早饭去。上外边吃干嘛呀？这妈不是来了吗？正好，就在家里干啥干啥。哎，妈，忙什么呀？刚来，你先歇会儿嘛。看看真的，这不像你说的话哦。你瞧，你说我。看看啊，冰箱里有啥？哦，现在挺会过的嘛哈。是。还知道买个牛奶啊？哦，买这么多鸡蛋。麦片都知道会买哈，水果行，咱有这么多东西就行。哎，下面有啥？行了，回来再改善吧。我饿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饿成这样，出去吃，快去吃吧。走啊！哎，妈，陪我去趟阳台，走走走。这去阳台？我晾了一堆衣服，你这还没收呢，我怕一会儿就下雨了。神神经经的，这经常下暴雨，快快快！你看见没有？一堆衣服帮我收了啊！而且要在这住几天，你妈来了好啊，我欢迎她啊。不不，你听我说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，你赶快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找一家好点的酒店，五星级也可以，我来掏钱。凭什么呀？哎，你妈来是来找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听我讲，我告诉你，她看见你跟我在一块住，她肯定认为你是她未来的儿媳妇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你就惨了，拉着你说这个说那个，问这个问那个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妈是有名的话痨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行。我现在就收拾东西，快快快快快！妈，怎么一件都没收啊？我说菲菲啊，哎，妈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个衣服要翻过来晒的嘛。你看你这些都是有颜色的嘛。哎呀，那晒的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要管他了，快走了，我饿了，快快快！哎哎，对了，你把我锁在里边干什么呀？就是我。不小心嘛，睡糊涂了就锁上了。走吧，我饿了，快点儿。哎呀，妈，想没想好咱吃什么呀？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拿包。哦，随便啊。走吧。这里边好像有人呢。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妈，你这耳朵现在真不行了，背得像我姥姥一样。快走。来来来，我看看。哎，妈。妈，不是，这没什么好看的。哎呦，你别进去啊！我说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一惊一乍的。啊，没事儿，你看吧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真是，干净吧？嗯，干净倒是还蛮干净。这什么被单呢？啊？我刚换的。这床单很好啊，不信你躺上去试试。好。
你这个男孩子嘛，怎么用这样子的被单呢？妈，这床单今年很流行的，时尚。啊。哼。时尚。这屋里怎么全是个女人香水的味道？啊，你用这种香水啊？对啊，现在香水是不分男女。真是搞不懂你们现在年轻人怎么回事嘛！真是的。妈，别看了，走啊，妈，我都饿了。怎么了？我上个厕所。啊，那你快点。哎哎妈，你又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我先去啊。这小子。去吧，妈。你没事吧？怎么神神静静的？没事儿，我就是肚子疼。哎，你快去啊！我的天，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非少活十年不可。住！我也要上厕所。你捣什么乱你？我好急啊！你别上，我就回去啊。如厕不顺，你这儿怎么会有这个？